长自己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到日本。对，我的是饺子。饺子。对，这两三年比较流行的新的饺子料理是这个，就是锅烧饺子。很像我们的水饺。对，很像。对，里面的水饺，可是我们是用很像那个拉面哪一种的豚猪骨或是鸡骨。对，哪一种的汤煮的水饺？水饺。哇塞。然后通常是这个是放在果子里面的，所以很像火锅哪一种的，所以冬天吃的时候是比较会适合。你们好有创意哦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你那个是柚子的，啊，柚子胡椒，对，旁边有椒，椒加椒加，怎么这么有创意？我以后吃水饺都要加柚子胡椒。对，其实它的水饺没有什么变啦，就是它的汤头把它改变，对，然后蘸酱换成柚子胡椒，柚子胡椒，蛮好的。而且因为其实在台湾吃水饺，大多就是蘸酱油，要不然就泡在酸辣汤里面，或是牛肉汤里面，对，很少放在这种像是拉面的汤头里头，对对对，那味道更加分。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我最爱了，这个真的在韩国人的当地，好哦，冬天才可以看得到，好。是烤地瓜，然后吃一口，地瓜我，然后吃一个泡菜塞进去，好，好吃，吃一口地瓜，是没想过会把这两个东西，对啊，另类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在韩国地瓜啊，就是冬天才能买得到。我觉得这个那个地瓜的是比较软软的，对，是。泡菜是脆脆的，所以一起吃的时候是很舒服。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所以大家都能够接受，是不是？是可以。OK， 好吃的 OK 的。我要介绍的就是羊肉泡馍。这个羊肉泡馍，羊肉它这个光这个汤，它也是要用很多种中药去熬。哎呦，这个泡肉哦，这个馍的话，它一定要做成半生熟。那个饼，像这个饼，它是很硬哦。我忘记给你们这个，吃羊肉泡馍一定要拿这个糖蒜，它是用糖腌出来的，所以它味道，它吃完嘴巴里面有味道。哎，这个好好吃哦！麻烦你把这家泡馍的地址电话给我。它有我找到我小时候的味道，真的，我跟小时候它是很道地的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像它这个饼，它也是做的很道地的，是因为这饼它就半生熟，它很硬很硬，很硬。它就是你要掰它的话，你要把它这样子，这样把它用指甲这样掐下来一块一块的。有些人喜欢它，有些人是用牛肉，它牛羊肉都有是。但我个人建议你们不要怕，羊肉它不会腥，它是很羊肉的香味。对，那个蒜头很加分，对，超加分的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泡馍好吃吗？好吃。泡馍稍微泡了一下，那汤头外面有点滑滑的，对，吃起来哦。然后它因为它半生熟，它里面那个嚼感还在啊。对对，所以它就要做成半生熟的。那接下来奥地利的话呢，我们冬天要吃什么喝什么？我们在奥地利很喜欢喝那个热红酒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红酒，还要加一些那个水果跟香料、柑橘啊一些橘子。对，因为在台湾买不到，所以我又自己做的。哦。好浪漫，好好吃哦！是甜的耶，对，酸酸甜，这个就是甜甜的。它里面加什么水果啊？就是我知道有苹果、橘子，还有那个肉桂。肉桂的味道，我喝到肉桂味道，淡淡的，真的好喝哎。所以这个水果跟红酒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？八分，红酒就是八分，然后其他水果两分。哦，好哎，好，所以在家呢也可以自己做热红酒，暖暖的冬天。你手上拿什么？会比较暖，真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可以考虑就是冰咖啡，都喝冰的。但是这个冰咖啡应该是有 cream， 有奶油在上面，不是牛奶，是那种鲜奶油。对对对对，比较浓的那种。为什么？其实很有道理，因为我们全年都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是为什么冬天冰淇淋特别好？因为它里面的脂肪热量很肥啊，对，所以就是美国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说吃这种东西，因为很多 fat 那个肥啊到你的身体里面，脂肪抵抗冷哦，你的你那个才有抵抗力，消化系统是需要付出很多力量，对，在付出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人会很暖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虽然这个 cheese 或者是吃薯条就好了。薯条啊，薯条没有那么健康啊。不健康吗？太热，太热。
油脂，薯条是炸的，也是高油脂啊。其实就是这样，冰的吃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种机制，会跟它抵抗。在产生的过程中，我们才会有热量，我们才会。其实因为台湾人都是口感味蕾最重要的，可是因为这里你会觉得冷冷的，但是你知道所有的食物它到了你的胃已经热了，你的胃很多那个酸啊，所以它到这边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要努力工作，像我去会让你热，我去哈尔滨啊，零下二十几度三十度啊，卖最好就是冰冰，对，在外面怎么吃那个冰都不会融化，我觉得冰应该是一种欺骗身体的制度，就是你欺骗了他，所以他就会你的衣服又掉下来更多了。那韩国有什么样取暖的小方法？对，就是这个，好可怜，包子。对哈，这个包子好像拿反了，拿反了，对，包子拿反了。包十一月的时候就是开始陆陆续续卖这个东西，好，但那个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子没有卖，但冬天开始卖。那很多那个情侣就是等公车或者是等捷运或者什么，那就先哦一起买，就一起喝，因为一起吃哦。那一个两个人吃一颗，就一个就一种暖，一个剥一半，然后就也有哈，就两买两个，然后就两种口味有没有？就一起就试一下这样。另外一个食物就是这个那个鸡蛋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。这个哈，这也是一种名称叫做鸡蛋糕，鸡蛋糕，但是整颗那个一颗鸡，你鸡蛋你没有就直接掉下去，对，所以吃起来哦很饱足。它就是一个蛋糕，上面放一颗鸡蛋，吃起来是咸咸甜甜，没有鸡蛋，是鸡蛋，鸡蛋，对，真的鸡蛋，所以价格没那么贵，就 PC 值。CP 值蛮高的，所以就蛮高的。冬天限定，冬天限定，就十一月也是一样，就是开始那个枫叶快掉下去的时候，哎，开始路边开始一个一个买。真的，而且他们都会用那个厚纸板把它夹住，然后你就这样夹着在那边吃。冬天路边哈，边吃边走哦，就可以取暖这样。然后冬天的一个另外一个韩国的风景就是说，路边常常看到这种东西哈，那个红，这个是红色的这个灯笼蓝，对，一个筒子哈，它是那个一种捐款。捐款的就是说，那你路边听到一种卖那个豆花的声音，就是当当当那个钟那个打钟的声音，像圣诞老公公的那个铃声嘛，对，那种声音铃声哈。那他的意思不是卖豆花啊，韩国是就是一个捐款啊，捐款筒。那这是他捐给谁的呢？就是捐款那个当然是那个社会就落后的一个单位，那孤儿院啊或者是什么，对。那其实我也常常就捐款啊，那我做善事其实默默偷偷摸摸做的，但是有一年，有一年就被拍到，有一年就被拍到啊，真的很讨厌啊，被拍了，不是错过。但是你有看镜头啊？没有啊，我看前方，我害羞，那个美女旁边。而且你在捐款的时候还有注意敬畏耶。对啊，看前方而已。就是不是有上妆对不对？这张照片是不是有上妆？为什么捐款两个人还会站双侧？前面有灯光。哎，不小心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这个就是韩国的冬天。缅甸的话，看到这个烧柴，然后是竹筒烤糯米。竹筒饭。竹筒饭。你们竹筒饭好长哦。对，它是糯米，然后是用那个椰子汁倒进去，然后是这样烤，然后大家围在一起取暖这样子，对。然后菜市场也会卖，到了冬天的时候这样。然后我们还有冬天必吃的是这个猪肝渣，就是对，用猪肝、猪肚、排骨，然后中药米酒，这好像很好吃，而且还有辣。对，还有加辣椒粉，然后腌制，然后是一定要在冬天。我们不会放冰箱，那个冷度不要，我们要就是冬天的那个冷度，然后放在外面。冬天大概几度啊？7度5度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差不多3到4天就可以吃。它就是要吸收那种户外的空气是吗？就是要天然的冷，不要冰箱的冷，不要。对对对，所以那些食物都是熟的。不熟，然后在3-4天后，然后我们再要吃的时候。所以你是说内脏，但是它不是熟的内脏，它是生的。我们在用的过程是生的，但是我们3-4天后要拿来吃的时候，我们要炸吗？炒哦，炒。对，你以为3-4天后就可以吃？跟我们腌腊一样啊，腌腊不是也是生的？但是如果敢吃生的可以吃，但是我不敢，像我爸我妈就敢吃。没关系，生的熟的我都不敢。今天我有带来，怎么好吃？没有好吃，沙姐超好吃的，你放外面吗？对啊，你放好南洋的味道，对，放阳台台湾有放很多姜，对不对？姜，然后就是香料，然后米酒，你看大家多怕，一拿出来那么多问题在问，好像是看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超好吃的，蜜饭好吃吗？下饭呢，真的，很开胃，下饭。
要很下饭才想要吃。好下饭，这好吃的部位吧？我吃到的部位好像有闻到那个擦皮鞋的药的味道，那个皮鞋那个，因为是内脏的关系，所以你现在嘴巴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铁质的味道。有点铁质的味道，但也不行，因为我吃的是猪肚。嗯，我是猪肝。所以我觉得猪肚跟我印象中猪肚不一样，它吃起来是软的哎，因为猪肚吃起来比较是有韧性的，但它是软的。哎，你们有发现这一趴只有我们在聊吗？请问有人吃吗？有，大家有感觉好吃吗？你不习惯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内脏的，你吃不习惯啊？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吃，你觉得很好吃？觉得这东西好吃，对，好吃。可是人家把它推到最后面去了。这谁的？带回去给他妈妈吃。你有吃吗？对，你觉得 OK 吗？你这饭，吃完这个之后不能跟情侣之间不能亲亲的。OK， 对，味道对不对？哎，他吃完了，他吃完了，铁质味道。然后欧洲的比较没办法接受，只有 Anna 可以。但我觉得如果你们不敢吃那个内脏，我觉得可以吃那个酱料配饭。也好吃，超配饭，像什么？很像我们的沙茶牛肉去炒的样子，那类的那类那一类的感觉，那种感觉，但是它有姜的味道，好吃。天冷呼呼料理大集合，好 ，Yuki 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日本冬天吃什么啦？日本是冬天的时候会常常会有广告是。奶油炖菜的广告，奶油炖菜，对，一直有那个奶油炖菜的广告，因为我们日本冬天的时候很喜欢吃奶油炖菜，就 cream stew， 其实是那个是要蘸那个面包吃，但是好吃，对，蘸着那个面包吃，但是因为日本是传统的那种。人是喜欢吃米嘛，所以那个欧巴桑是都是配着米吃，是啊，对，所以其实就很像咖喱饭那样，像配饭，对对，配饭，所以其实配饭也是蛮好吃的，但是有点像焗白菜的味道，对，是啊，有点像奶油白菜，奶油白菜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吃完之后应该身体会暖乎乎，因为它热量很高吧，真的哈，马铃薯泥呀，对，哎，如果说这刚好配上刚烤好的面包，哦呦，应该好吃，哎，我换很多牛奶。是 Yuki 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哇，好吃哎！真的吗？那 Jenny 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要配意大利面哎，要配意大利面，对，因为白酱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根本就是俄罗斯料理。你们知道这个菜怎么来的吗？他刚刚讲对，他不是日本的，其实不是，因为都是片假名的，应该从国外来的。对，日本在日俄战争的时候，把哈萨克骑兵那个，所以你们一定是面包。配面包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也是从俄罗斯传过去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对，我先放这边，没关系。可以给那个雅香思想一下。他看到家乡味了哈。真的。来，接下来 Jenny 带来是什么呢？哎，香港的好味道。我今天带了一个甜汤，它的名字很长，就是黑糖红枣姜汁芝麻汤圆配水煮蛋。配水煮蛋，广东话怎么说呢？那就是汤圆水煮蛋就好了。不是，它就是因为台湾的汤圆，我是台湾也有汤圆，大家可能以为很普通，并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汤圆那个就是很简单嘛，黄糖，然后汤圆，你们就没了，就很单调，不会喝。就你吃完汤圆之后，你们不会把那个汤喝完。但是这个甜点的重点就是那个汤，因为我放了，所以还是离不开煲汤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甜汤里面煲了什么东西？甜汤有芝麻，你说汤圆里面包什么吗？芝麻，包了黑芝麻，汤里面有姜，加了姜，姜枣，红枣，对，红枣，然后它就是吃完之后你就会很温暖，尤其是你刚煮好之后整炉，就是热腾腾的时候，然后再配个红豆敷在腰上面，对，刚好，敷在腰上，对呀，可是我刚听你讲说有里面有水煮蛋，水煮蛋在哪里？有，在那边，这里面，水煮蛋，我都要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加水煮蛋，这个就奇怪了。对，从小到大，香港的甜点很喜欢加个蛋，甜点又加蛋，不会要放水煮蛋啊。而且这一小口，马上你从脚底就暖上来，会，真的哈，它真的很够味，很够辣。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姜汁的关系吧，姜汁。我吃完之后有点发烧哎。宝宝，你喜欢这味道吗？姜的味道还，因为你不喜欢姜的味道，你怕姜，对，是不是就不太喜欢。是，可是我想问一下 Christina， 那个姜辣你可以吗？对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喜欢啊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那 Yuki 呢？好吃，还在吃，很大颗，千万不要问日本人知道，但是很好
好吃。雅生应该是又找到家乡味的感觉。对，他不是这么味，这么味，不是啊？喜欢吗？没有啦。对，但是你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姜茶。哦，我觉得很棒，这样的东西。我们不然冬天就可能不是靠吃的取暖，我们是靠喝的。靠喝的。那喝的就一定要有酒在里面，朗姆酒。然后这个叫做。对，然后这个叫做有电的茶，有电的茶，有电，有电。它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红茶可以用茶包泡出来的那种很浓的很浓的那种红茶，加一点点那个朗姆酒，加一点点柠檬调味，就是这个。对，然后它叫做有电的茶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喝了一口就好像被电到一样。这个有电的茶是其实有酒的茶啦，电我一下吧。很多人想要电他一下哦。好喝哎，我是觉得搭配很棒，我觉得搭配很棒，还有点酸味。不是重点，是因为刚刚我们吃了奶油炖菜，又吃了汤圆，正好该来杯茶的时候。对，现在是因为它温度是冷喽，如果是热的话，我觉得会非常香哦。所以你们这个茶是喝热的？对，是喝热的，喝热的，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热的才过瘾。是哦。好，来看一下 Chris。Tina 今天带来什么了？在匈牙利，因为天气真的很冷，是我们也有一个东西，一个红酒，热红酒哦。所以现在我准备了，这个不会很那个 sour， 甜甜的，比较甜甜的。所以里面有加了糖去煮，这样。对，我自己做。那你们都怎么做呢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有肉桂，肉桂，肉桂，很多的肉桂。匈牙利人很喜欢肉桂，他们人不喜欢。台湾不喜欢，对，真的不喜欢。所以有蜂蜜，蜂蜜，然后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匈牙利来的，我帮我的妈妈给我这个东西。香料包啊，这个是像八角那些吗？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豆蔻什么的，我加这个，对，好喝吗？好喝啊！我这个我在佛伦斯的时候就有喝到，真的，而且它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香料，丁香。对对对，丁香。可是我一直觉得宝宝不会喜欢这种酒哦，就是看这个颜色有点像红酒，它是红酒做的，是，然后就是这个颜色。宝宝喜不喜欢是要看它酒精程度是多少。看到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哈，看看。好，来，那你先喝。他把我刚刚想到的肉桂跟丁香处理的很好哎。来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不喜欢肉桂啊，头都麻了，对不对？好怪哦，这真的很像一种口香糖的味道。对，是。哦，好，好喝哦。好喝，我也觉得，我也好喝。如果是热的更棒，我也觉得好喝。我也很喜欢。这个好喝，这个好喝。很棒哎。我觉得好，但宝宝不爱。优子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哈。不过蜂蜜呢？你感觉不出来那个味道，我可能还要再喝一杯。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在欧洲是比较流行，到处都有，而且每个国家配方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喝热红酒就知道这哪一国来的，是，所以有差别。来，那雅胜呢？你今天带来什么？是炒饭吗？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烈酒好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刚好说那个酒精的浓度越来越高，然后现在就刚提到的那个伏特加，俄罗斯一定是喝伏特加，是是，而且千万不能稀释，不能加水，不能。要 straight， 对 ，straight， 要 straight， 对对对对，要直的哦，要直的，不能歪，不能歪。我凑近鼻子闻，已经觉得很浓的酒精味。等一下，对啊，喝的时候，来，等一下，有一个技巧，第一个步骤也要先吐气，吐气，吐气，然后喝下去的时候，不要像 whisky 一样在嘴巴那边摇一摇，马上就摇一摇，直接吞下去。OK， 那第三个就这几下就吸气。吸气，然后吸气的时候拿一个小黄瓜，小黄瓜，这个腌黄瓜哦。所以你说先吐气，一口干。对，先干杯，就是 za zdarovye， 就是祝 za zdarovye， za zdarovye， 祝大家健康。za zdarovye， za zdarovye。然后呢？吃小黄瓜。小黄瓜是吃的。不要搞错。然后，赶快，然后。然后可以吃了。Yuki， 有没有很温暖？哦，好喝，好喝，但好有感觉哦。对，再来一次，有感觉。
个 SOP 谁不清楚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可是我刚刚跟你讲，我讲真的，我那口下去之后拿黄瓜一吸的，为什么闻到臭脚一样？东北冬天的时候，每家几乎每家每一天都要吃炖菜，我们是以炖菜为主。炖菜，炖菜就是有汤，然后跟把那个食材炖在一起，还有一点点汤，不像说台湾的汤很多，但它是有汤的，热乎乎的。对，炖酸菜，我们酸菜可以炖，还有小鸡炖蘑菇，之前我说过的，上次有吃过。对，那我今天带的是烂炖，烂炖，烂炖，就是他把菜就叫烂炖，没有，他把所有很多蔬菜，只要你想到的都炖在一起，然后再放点肉，那就大杂烩啦。炖它用小火炖，然后它会保留一点汤，拿汤拌饭，真的能吃两碗饭。我半夜四点煮的，谢谢。为了保持它。新鲜度四点呐、啊，你煮的，对我煮的，我压力很大哎，我怕不好吃。不会，很好吃的，真的吗？好吃，好吃。那这是自己做的吗？我煮的，我煮的，我昨天去菜市场买的，真的，还可以吗？真的好吃，对啊，好开心，好吃啊。那燕君呢？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吃，好吃。安娜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安娜说超好吃，反了，真的好吃，是很像花布炖蔬菜的样子，对对对，好吃。真的厉害厉害！来，接下来第二道是墨子，这个哦 ，Yuko 做的，日本的那个墨子。嘿，墨子就是那个一些那种家禽的猪啊什么，它的那个内脏。内脏。我看到猪肠子，对对对，肠子。嘿，然后就那个就我们在冬天就应该是有吃，是我们家啦，我们家那个我妈妈很喜欢吃那个墨子，然后就每个冬天都会煮这个，然后就那个因为有这个也可以配酒，可以配酒，对，配酒就是喝那个清酒啊、烧酒啊，啊没有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都可以，有啤酒啊都可以，所以应该是居酒屋也有，日本的居酒屋应该也有这个。安娜，你有吃吗？来这。你有闻吗？是那个萝卜，萝卜，哎，萝卜，错哦，就是啊。猎人呢？有吃，有吃。我觉得 OK， 还好，不太适合我的。哎，再讲个上品，我要学这句话，对，要吃味道比较特别一点。但是下一个呢，西方的朋友应该都可以接受。真的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哦，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来，谁带来的？来，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浓汤吗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个叫蛋酒 ，eggnog。哦，是是，就很简单，里面有生蛋，还有酒，生蛋，酒是什么东西？生的蛋，有些会加点牛奶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有一些这个里面没有啊，我是加那个 Baileys， 哦，加 Baileys 里面是不是啊？还有加一些调料，很不错。那我们都会在那个秘鲁前面去喝，就很有冬天的感觉。不要喝，不要喝，像没有冰的奶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好像只能只有冬天在卖而已。对，好，没错。这个是你自己做的？没错，是我老婆做的，但我有监督。那个香肠，还不错，不错，没错。数据解决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很好喝，而且你知道冬天呢、啊，有时候你除了食量很旺盛之外，有时候就喜欢喝一些甜甜热热的。对，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刚刚好，又有酒精，哦，超好吃，又很它很浓。因为这个最近有流传，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蛋酒好好喝，嗯、很少会有人说不好喝。这个我们会说，那个美国有分两种人，一种是很喜欢很爱蛋酒 eggnog， 另外一种是里面没有灵魂。空虚的没有爱心的家伙，他就不喜欢 eggnog 的这个，他就不爱，是没错，不爱，不爱蛋酒，很可怜，不爱喝也是。我们会说这个里面有含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意义，因为有人说圣诞节跟新年一定要喝这个东西，就是让你有一种 lucky 啊，然后是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小米觉得好喝吗？这个酒可以多加一点。这太多了。接下来下一位帮我们介绍。好哦，这东西看起来就像药酒，这谁带的？这感冒糖浆啊。安娜，对，这是什么？那个热红酒。哦，然后这是冬天一定我们会喝，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去逛街，我们就是那个圣诞节的市集，市集对，一定会有，然后是很热很烫，就是会有那个烟出来，然后我们是最好喝是就是很热很烫，就会烫烫，然后就超好喝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用一些就是
一些橘子皮，对，吃剩下的橘子皮，对，吃剩下的骨头，对，我就这样吃掉了，然后就剩下就放进去，对，然后那个六桂八角丁香，那个 cinnamon 那个肉桂，肉桂，然后这个小东西是丁香，丁香，对，这个也要放，然后有另外一个一个好像一个 star 八角，对，这个我没有放，因为我不知道台湾买。我跟你讲，台湾的超商现在已经有卖调味好的，专门做用来做热红角的香料包了。有的会加豆蔻啦，有会加豆蔻，对，还有要加糖。跳臼也是蛮重要，我也很喜欢。哇，连两杯有点热。我超好意思，想说，哎，这样混酒好吗？混酒好。酸了，对，身体都热了。对，接下来呢？这个是洗脚水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汤看起来很可疑，谁带的？有人是打的吗？是我的？这是什么？完全没有料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韩国的牛骨汤。对，先看一下，连渣都没有哎，没有，这个都是食材，就很轻哎。对对对，一直在这边吧。这个汤特别在哪里？啊，因为这个汤是因为要牛骨嘛，然后这个是很多冬天的时候，韩国因为很冷，所以大家都喝这个汤。嗯，啊，这个汤的优点是说，你要越熬，它的汤底是会越来越像牛奶的那种白色会这样出来。然后只要冬天的时候呢，妈妈都会煮这锅。要煮多久？大概最好是3到4天。3到4天，火一直开着吗？就是睡觉前关掉，但是早上起来就开火，马上开火，最小的火，然后一直熬，熬到晚上就熄火，然后隔天就在同样的方式一直煮。这是用牛的哪里煮？哦，牛骨也可以，然后牛尾也可以。哦，那就变成白色汤底的时候是最营养价值最高的时候。那妈妈都会煮一点热乎乎的白饭，然后把饭放在那个汤里面就泡饭，对，然后加一点点葱花，跟那种胡椒粉就可以吃，是，很厉害。多久？安娜，就。不是我的口味，因为他说3天4天，我就吓到了。一直我也坏掉吗？不会，其实也是放好久啊，好几个月。对对对，不是很适合我的口味。谢谢，适合我的口味，可能都凉了啦已经。接下来看这位，好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一定要给我出来好好的解释，这是什么？带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饼还是蛋呢？啊，来念出来。我带 sopaipillas pasadas， 什么东东啊？ sopaipillas pasadas， sopaipillas pasadas， 哎，这个是这里一定要吃，哎，请给我面吃，如果不好吃骗我，因为昨天我3个小时，花3个小时做，而且是真的从头开始，我买面粉，买南瓜，当自己做，是南瓜派啊，南瓜跟面粉，对，南瓜跟面粉，南瓜跟面粉，那你这个蘸酱是什么？所以黑藏壳。黑糖加那个肉桂瓣，加那个怎么办？我不想骗你，陈皮啊，不要骗我，骗我，骗我！那我跟你讲好不好？啊，你是不是油放太多了？没有，有点油耗味的感觉。好吃的，好吃，谢谢。哎呦，那里面有，我觉得很好吃哦。对，羊肉味道也出来了，对，好吃啊。我喜欢，我是不是觉得那个糖浆可以再浓一点？对，糖浆可以再浓一点。好水哦。对，那可以。之前一般来说，我们会把那个 sopaipillas 放在那个汤里面一段时间，可是放在汤里面一段时间哦。对对对，它就变成泡水的甜甜圈。对对对对，让它有点很像，所以可以。如果上面加蜂蜜，我可能会更喜欢。对对，或者蜂糖的感觉，对，蜂糖会更放像南瓜松饼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很适合我们的口味。接下来这两位呢，就长得非常的像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先介绍豪华版的。好，豪华版是谁带来的？哎，是我。哎，你带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英国热可可。英国热可可。还有再加这个 marshmallow。对对，我们一定要放 marshmallow 在上面，还有一圈那个动物新鲜奶油。那动物新鲜奶油它是比较咸的一点点，自己搭的。然后里面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喝，对不起。这是要怎么拿出来？应该拿出来，对，然后可以要传过来。不是要怎么吃啊？我不敢喝麦呀。哇，好巧克力哦！动物新鲜奶油，好幸福的感觉，对，好幸福的感觉了，好好喝哦！没办法，还有那个有点柔，看得到吃不到，热这样吃哦。哇，这个好浓啊！好浓啊！
熊而且它这个巧克力喝下去，到最后面会有点苦苦涩涩的感觉，好，好舒服哦。对，还是糖。它上面那是水果干吗？红红的，因为有吃下酸酸的啦。覆盆子干这样子，覆盆子跟那个酸酸的味道这样子，它都有的，甜的、咸的，还有甜甜酸酸的。叶君，你不喜欢吃甜的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点类的，可是这个我 OK， 可以的，对对，巧克力真的好香哦，我也要，有幸福的感觉，真的真的有，不错哦，这个很浓，对，就是有些巧克力这样，巧克力会让任何人会觉得它就是糖，对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巧克力味道，可是它不是，因为它连口感都让你觉得它就像是融化掉的巧克力在你。口中跟那个酒精很像，它很像趴出很高那种巧克力就弄出来的，哇，这个很适合我的口味，可以吧？很开心，可以，真的很开心，大家都喜欢了，如果喜欢啊，喜欢，这个很激动啊，疯掉了，好激动哦，冬天的冬天，对，超好吃的，谢谢，看你喜欢，安娜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喝，嗯，哦耶，八块钱好喝又开心，很适合大家的口味哦，是耶。可是叶人怎么好像没什么反应？你也带一样的东西，拿什么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可是我的看起来很穷哎，你看，跟他的比较很不好看。但是味道应该蛮丰富。那是比利时的巧克力也超有名的啊。对，我们就这样喝，就很简单。我们加。我们牛奶加热，然后就直接放一块巧克力。好，我有，你看，传给我，别忘了传。这样聊一聊。拿给我们喝。对啊，我想喝看。它的味道应该比较没有这么复杂。它都已经沉淀了耶。嗯，喝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有被世界遗弃的感觉。一个晚上泡这个东西，有点凄凉吗？晚上的味道啊。对啊。一个人晚上泡这个，再加上你穿那个什么毛毛啊，我觉得好，哦，好像感冒。这个东西很像，就是幸福哎。外面太冷，算了，不要出去好了。没有庆祝，没有欢乐的感觉，没有希望了，快点再喝啊！不会啊，这个很像是那种，就是睡觉前你要一点点小小的满足，一点点的。我觉得它跟 Amy 是两边，一个是朝向已经像是液态的巧克力，那一个是比较偏牛奶系的，各有各的优点。如果你希望有一种很 creamy 的感觉，你要喝 Amy 这种；啊，如果你希望就是比较清爽，是独居老人的心态。好，晚上喝点牛奶帮助睡眠，这个是成人版的啦，这个是小朋友版的。嗯，日子能做就好，都好喝，都不错了啊。对，我都喜欢。怎么样？就热热的一块。其实文吉水刚刚我们喝过 Amy 的这个，太浓了，感觉好像觉得这个不甜。穷的朋友，我不知道，很穷的朋友，穷的家人，他脸都变了，他回国了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然后在波兰也是有一种特别的饮品，可是就没有酒精的，他会拿来。会拿一些烟熏的水果，是用那个烟味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气候比较冷，冬天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水果，所以我会事先准备，就用那个烟熏的，我会加水，然后就熬成一种饮料。它那个味道喝起来很特别，非常特别，非常的香，就可能有一点像那个乌梅汁那种，对，就比较接近这种感觉。那它是热热的喝，然后比方说像那个平安夜大餐，我们吃完有可能就会放出笑话，对，非常好喝，非常酷，疗愈。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带过来，可是我今天还要介绍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在台湾吃到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。嗯，那在台湾有一个东西就是珍珠奶茶火锅。什么？对，然后近一阵子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去吃的，然后有拍一个 VCR 给大家看，说来看看。冬天最请你吃肉肉，新月生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塞，这哪一家特别？真的好吃，我看到是在西门町啊，对，可以进去的 KFC 的对面。哇哦，花生哎，还会有青蛙，这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玫瑰吗？奶茶吗？它是龙锅，我已经点了，金龙锅，这是奶茶。奶茶，奶茶，我原本以为 ，Oh my God， this is like 珍珠奶茶的味道哎，哈哈哈哈哈，珍珠奶茶，饮料不要，这个可以叫饮料的奶茶，天哪，新生的，喜欢喜欢，等会饮料来喝应该蛮适合的。如果直接喝的话 ，OK， 还是找不到红茶的味道。我担心会不会加肉或其他上面会不会满足我们的吃觉，肉有点奇怪，对，所以旁边餐店是特别的。真的是吗？我嘴巴会吐烟哎，凉凉的，凉凉的，没有味道，冷气，
阿萨格拉米，这么咸，甜的吗？还是牛奶？这汤是甜的，甜的，然后带着玫瑰香，好吃，是玫瑰的，这个是很好吃的，那你吃吗？这我吃，真好的，就连热式的那种出汁的那种面。不是拉面，乌龙面，对，乌龙面的味道。然后它后面那个玫瑰的时候发出来的味道，花香。对，哦。所以你们喜欢这个口味吗？喜欢。这是我的菜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过啊！因为我在台湾只吃过的是牛奶锅而已。催泪期哦。我知道台湾女生很喜欢这种，但是哪一场或是我来台湾这么久，第一次看过，我们就给这甜的美女给她吃。谢谢大家，这个赞吗？是豆皮，啊，很爱吃的什么珍珠奶茶，是这个奶茶豆皮，不会奇怪，真的吗？这不奇怪，真的很甜的，太甜吗？烫烫烫烫烫烫。啊，真的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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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还是豆腐？哇，肉皮、肉包、珍珠、肉包、三种不同的珍珠，还有那个地瓜，还有地瓜，超诡异的，就非常好吃。对呀，我好难想象。所以这个是最有点想象。好，你吃看看怎么样？不应该。我很说嘛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加到这个东西，但是牛肉世界到那个奶茶是可以的。因为它有牛肉的价值。他们的招牌来了。哇，龙虾！你赶快丢一丢。龙虾，等一下，龙虾在看着我。奶茶，拿鱼。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？就在哪里？应该是左边吧，左边。然后是不是这个是右边？什么哈尼？你要几分钟？说爸爸的人是两分钟。两分钟啊！小姐就两分钟，就两分钟。用直接肉包起来。如果我做这个动作，可能明天再吃。我爸爸也好开心啊！是想要包大份，直接包大份的。That was good。非常好，太过分了。好想吃哦。完。好像融化在嘴巴里面的那种味道。吃干嘛？太饱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了。我听说这家店吃之外还可以玩很多东西。坐上去，然后玩的是这个。哦，这个我在你网上哦，网上起飞哦。拜拜。可以快一点吗？可以快一点吗？好，拜拜，再见，下次吃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待会去吃肉吧。不用，不要讲，不用让他们下来好了，就让他们在那边，因为吃肉不够，我们就去。发片，好坏哦！我是惹到你们哪里呀？在那我们的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吃这个，就是介绍这两个，右边的这个就是珍珠奶茶汤底。哇，这珍珠奶茶，可以先喝一下。这奶茶色的耶，你们先。好好好，他用线来做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它就是珍珠奶茶，但是又带一点咸味，有没有？而且蒸奶里面怎么会有一个高丽菜？对，因为你运气好，我刚刚弄了一点高丽菜，真的吗？对，没错没错，真的就是热的珍珠奶茶的感觉啊！没错没错没错，我的是带着豆芽菜的珍珠奶茶，用红豆，可能大家甜甜的好奇的那种吃法，就是那个豆皮怎么吃？它可以包那些前面的料，就是有珍珠、红豆、芋头，或是糖粉、黑糖粉。哦，好棒。那我们待会来品尝豆皮的同时，我们顺便来煮海鲜。海鲜在我旁边这个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哦。来了，一二三，姜姜哇，太夸张了！不是，它是有光，是不是？那个是有有有，自带十八代，自带十八代啊！天哪！然后你们边吃豆
皮，我边来帮你们处理海鲜。这么棒，这么那么贴心的周边服务。我刚刚在喝那个奶茶，奶茶锅的奶茶，其实它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早餐自己在家泡的茶的味道，对，一模一样的味道，三个一模一样的味道。这个是有珍珠的豆皮，有珍珠的豆皮，哇，很特别，好棒哦，特别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一家店开到几点啊？晚上，因为我们播出是11点，我怕观众这时候会有点直接杀过去。哇！我对上面这只好了。哦，开到11点，那你就明天去。珍珠加豆皮，超级好吃。真的，试试看哦。哎，豆皮不能煮得太软，不要太软，不要太软。哎，无违和感哎，超棒的，真的超级棒，棒啊！好，等一下。我刚刚偷偷沾了黑糖，它的口味更提升了，真的，因为它不会奇怪吗？它手工珍珠没有很甜，所以你加了黑糖，它整个甜味又提升了。是，然后搭配豆皮那种有点脆脆的，然后珍珠软嫩软嫩，哇，可以，太丰富了，可以。那个新住民，我们的那个新住民朋友，不要觉得我们在吃而已，因为我们这么觉得，对啊，我们是在工作啦，我们是在工作。最喜欢的是。台湾第一年冬天吃的时候，真的感动。台湾冬天有这么，而且里面冰箱装的啤酒的，而且那个超级正酷的。对，今天现场有为大家准备姜。那个制作单位哈非常贴心，他特别准备我最喜欢的三种的某一家的。每次都点的东西，他偷偷又帮我点了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你最喜欢的是这个是鸭丸子。然后就是我一定会加那个高丽菜，高丽菜，还有什么？香肠会甜啊，秀珍菇、夏木耳，还有黑木耳，对，然后面线，还有他们家的蘸酱，蘸酱超好吃，不得了，蘸酱都超好，烧一个币轮了。通常这个都是夏天都会关店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只有冬天会开，是限定版的。对，我知道。你记得你在露营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我第一次吃姜母鸭，我只有吃过羊肉卤，而且这一家是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比羊肉卤好，羊肉卤好吃。对，我爱吃姜母鸭。我记得冬天的时候，我每个礼拜两次，我吃姜母鸭，真的。每个礼拜吃。昨天晚上也吃姜母鸭，可是我超喜欢干那个鸭肝。鸭肝，对，好内行，真的。可是我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什么？因为在匈牙利，我们加一个热辣椒酱，是啊，辣椒酱，怎么这么可爱，那么像牙膏啊？牙膏，是牙膏。而且有些艺人朋友哦，会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吃姜母鸭，忘记自己在做节目。就是你们两个，这三个都没讲话了。小心，这一点的自尊很高，看不到，很鲜，我也想加一点，加上一点点。它还蛮香的，它有点生辣椒的口感，而且是会辣的，咸香的。它是那种酱油配那个辣椒剁碎那种生辣椒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那种感觉，它有点台湾西口的味道，有一点点酸酸的。这个我要带过去。台湾会有卖这个吗？好像现在买不到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匈牙利？开团呢？开团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还没开录之前，这一锅是满的。现在已经到这里了。真的，等一下，都来了。下一个，欧阳山要帮大家介绍的是什么？有哈，应该东方人都会知道，可是在美国从小长大，我们没有吃过火锅。哦，因为好像是台湾或是对，是东方是台湾人的。然后我来到了台湾，才常常吃火锅。我觉得尤其是冬天很热很冷的时候，这个会最暖身的。流汗了，会。你终于说话了。台湾很有趣，有刷刷锅，有臭臭锅，有麻辣锅。对。
对，那就是最近因为现在年纪大，我喜欢在家里煮。在台湾是有办法的，就是说你要买那个料理带回家，锅底。然后现在因为是网络时代，你可以从网络上。直接找到了一个，它是叫做放山土鸡的，就是这类的。有现场可以吃吗？你有带来吗？有，今天放山土鸡。放山土鸡。对，它这个会让你的土鸡的汤头。等一下，你看它汤头是乳白色的那种，就是熬了很久很久的那种。不管放什么都蛮成功的，味道真的油一起在上面。也可以边吃吗？然后它的特色是有钓鱼片、白虾跟猪梅花肉，梅花肉这三种东西。那个白虾是增添这个汤头的甜味哦，甜味甜味，对对对对，猪梅花是这一块的，对对对，猪梅花肉。你们谁能吃？来来来来来，你们那么贪心。秀一，给一个人吃那么多。我们把 OK， 然后假设说你不要吃面条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你看旁边这好漂亮的馒头啊，馒头。那这个馒头是各式各样的颜色，是因为它也是四种不一样的口味，非常有趣。它是无添加的米馒头。米馒头。对，然后它是米跟那个面粉调配出来的，混合起来的而制作出来的。对，它是有四个口味，一个叫蜂蜜枸杞啊，这个好养生哦，蜂蜜枸杞，蜂蜜枸杞，我不知道国语怎么说枸杞，枸杞啊，蜂蜜枸杞润喉，还有曲里麦，曲里麦，还有芝麻，还有牛奶，对。我刚好看到，我想补一下汤头的口感。来，它的汤很浓很好，但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负担的那种，就是很舒服，又很清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它那个还有点日式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看它上面啊，完全没有飘一层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鸡汤上面都有飘一层油，太油。它没。真的放上土鸡的感觉就是这个鸡它其实是会飞的，对，它会飞的，真假？它会跑的那种，因为很会跑，所以你小杰你在垫声音对不对？因为我怕你一直说我在吃都不讲话。哎，这个汤头很厉害，不要说我们这样这边先吃，你们也吃了馒头对不对？对，想喝汤。有吃到馒头吗？有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来来来，那个少迪讲一下馒头的感觉怎么样？尝一下，谢谢。好吃的，然后。这个，因为我喜欢喝完了会很暖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吃的，开始在流汗，喝完了芝麻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超好吃，热热的。少迪说黑芝麻的馒头太好吃了，真的假的？馒头厉害厉害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它这个汤头真的太鲜甜了，鲜甜到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吃一个龙虾的那个汤头，对，它的感觉，然后整个都冒汗。它这个汤头纯到很像在喝热的饮料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它没有那个油腻感，是，很轻松很轻松，没有油。而且你知道我们吃到已经到一个疯狂境界，前面在举板子说要讲口感，卤汁山要讲一下，各位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吃东西哦，卤汁山要讲口感了，好，镜头切过去了，馒头也是第一次吃。你是刚来台湾吗？看起来很硬硬的感觉，可是吃起来不会 Q Q 的，那是面包。对啊，我路上碰到这种馒头，觉得可能很硬的感觉，有的是很硬，每一家的口感不一样，这个很 Q 哎。海军路上吃的比较硬啊，好吃好吃，哇塞！来来来，我要帮你们装了汤，对不对？喝汤讲一下口感。没关系，我 OK。它就像海鲜汤，淡淡的海鲜汤。对对，虾子给我碗抓。哎，你吃到下跪呢，这比馒头好吃。喂，因为我怕打坏你们镜头了，啊，在那边蹲很辛苦，就直接跪下来。敬业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哎，可以加汤吗？对，可以。